我都是在呈现很真实和自然的自己。因为日本广告最好。我说我想吃火锅，还真的有火锅。火锅放那边，鸳鸯放那边，先吃饱再说。健身已经是我的一个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起来运动是最最爽的一天的一个事情。我首选的工作之外的活动就是去打球。觉得最开心的事就是打球，没有比这个能让我更开心的。篮球给我带来了很多，也一直给了我很多的精神。这也是我的偶像给我的精神。一点点的努力，你的一个偶像和今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有一天你能真正的见到他。我喜欢绿色。说绿好吗？我喜欢。是绿色。绿色能是谁啊？奶牛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邓伦。其实从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到我学了表演到我从事一个演员，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这个行业和对于这个职业有一种热爱。我很爱我的工作，我愿意为了他不睡觉不吃饭。那天打了一天，打完浑身都是血，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整个人都垮了。那个威亚的钢丝就一直会挂在这个部分，就都已经磨过了，我看着都已经出血了。大概只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就又要再出一天的工，而且那一天的工也是接近20个小时这么长的一个长度。看他电影的真的是有被感动到。我这是做演应该做的，我就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得踏踏实实的把你该做的那件事给做好。拍完这个戏，拍下一个戏，我也拍的都是我很喜欢的角色，就我只是在完成我的梦想。从我做演员第一天起到今天，最大的一感触就是我特别坚信你，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有回报。我觉得可能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还是在尝试，我就是想演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。不需多言，只愿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或艺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，是邓伦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他们能爱你，然后你也能爱着他们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，能拥有他们，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，会觉得很暖暖的。我也想让自己越来越好，想让他们爱的这个人能真的在他们心里是最好的那个人。因为你知道有这么多人爱你啊，你会很感恩的。他们和我一样，我们都很坦诚，我们都很真诚。很多人在楼底下举灯牌等我，天轮上打了一个，哦，那个真的太酷，粉丝的心意穿在身上，会让我觉得会有一种幸运。有你们的陪伴，我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我陪伴着你们，然后你们也能开心。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，各自安好，下次我们再开开心心的一起玩。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真心对你。我永远爱你。